Hey guys，又是我。我刚刚做音翻太激动，所以我需要时间，稳定我的情绪。不过 ，anyway， 我的名字叫若文煌，我是个作者，是个灵性教练，还有是个灵媒。我今天睡不太好，因为我从昨天啊在网络上看到那一篇有关预言的文章之后，就一直那个文章就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所以害我今天早上就很早起来，然后脑子就一直转，一直转，转转转到有点受不了，所以刚刚才会有点情绪激动。不过现在在讲中文，我不太确定我可以全部照翻，可是我会尽可能把重点跟你们说。首先在我们讲要了解预言家的预言的时候，我想先问问看大家，不知道你们听过多少世界末日的预言，因为我本身就听过很多，最大的大概就是2000年嘛，2000年的时候，1999年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世界末日，好像2000年到了的时候，我们就没了。我还记得我的编辑很紧张，因为这样子差点跟我翻脸，对不对？可是你知道吗？2000年都过那么久了，我们还是活了下来啊，我们还是活得好好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大概是5年前还是10年前吧，也有人说过，好像是玛雅历上还是埃及上面记载的是世界末日嘛。然后也是，我们也活过来了，我们也都还好好的啊。然后现在又听到说，明年好像又是某种形式的世界末日，好像你知道吗？我们好像会被恐怖分子占据，还是干嘛？对啊，所以我就觉得差不多是时候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东西，预言跟预言家。在我开始进入之前，我想跟大家讲，讨论一件事情，叫做观念。观念这个字，观念跟看法这个字，你之后会发现这个字其实很重要，因为，它其实就是怎么讲？我之前就已经讲过，如果你们有在 follow 我部落格的话，你们应该就知道说，我们其实到这，我们的灵魂为了进到这人生，还是为了进化嘛？进化的时候，我们会选择蓝图，选择父母，选择身体，选择我们的环境。这些种种的因素，我们选择的因素会造就我们的观念看法的不同，你懂吗？所以这个观念跟看法的不同会决定在未来我们在面对我们要如何充实我们人生目的，或者是我们要克服我们人生功课的时候必须会去用到的，对不对？它其实蛮针对我们所出来，所以每个人观念都会不一样。你必须了解这个世界很大，然后每个人的观念都会不一样，你认同的东西不一定每个人都认同，对吧？所以我这个观念呢会决定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会有不一样。所以你如果也可以了解的话，那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观念，每一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这个应该是很容易了解的嘛。好，如果你了解这件事情的话，那你就会了解说，那个每一个预言家基本上，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定，对我来说，预言家基本上就是一个可以看到未来的人，一个可以看到未来的人就叫预言家。对我来说，每一个人都是预言家，因为我们都可以有某种技能，可以大约预测到我们的未来在哪里，对不对？可是现在时态的社会会让那些可以看到发生在我们自身以外的事情，像是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个国家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者是未来接下来发生在全体人民，或者是这个国家人民，你懂吗？就是自身以外的人，可以预测自身以外的人的未来的人，我们才勒把他标榜成预言家嘛。可是基本上你如果问我，预言家基本上就是一个可以看到未来的人，所以那很可能包括你在内。如果你有偶尔看到自己，可以感觉到自己未来会是怎么样的话，那你也可以是个预言家。好，我们现在解释的看法
观念嘛，观念不一样的看法、观念跟预言家之后，那你应该就可以了解，一个预言家所看到的影像，他会决定如何诠释这个影像，他就会决定在这个预言家个人的观念。每一个人都有观念，都包括我在内，所以vision 影像本身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因为在宇宙的环境下，在宇宙在受的阶层里面，事件本身是单纯的事件，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今天举的例子是，我如果给你黑色跟白色来讲好了，黑色跟白色它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它在灵魂境界底下，黑色就是黑色，白色就是白色，它不会说这个比较好或这个比较不好，对不对？可是当我们人去分析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可能会依照你个人喜好，你可能会比较喜欢穿黑色，所以你就说黑色比较好，或者是你比较喜欢白色，你会说白色比较好，对不对？所以你在看到这两样东西的当下的时候，你就会当场有自己的观念嘛，对不对？那我现在跟你讲，当所有的高人要给你一个讯息，他就单纯给你一个事件，他没有好或不好，他就只是一个事件。那你现在知道了，所谓的预言，它决定在预言家，对不对？我不是之前说过，一个灵媒，他的预言家也算个灵媒嘛，因为看到未来嘛，对啊。一个灵媒的技巧决定在他的背景，对不对？那当然，他还有决定到，然后他多有名，他如果很有名的话，那当然他讲的话是，公信力就比较高嘛。他如果像我这样比较没有名的话，讲出来的话就比较没有人信嘛，对不对？所以，你会慢慢发觉，你如果每样东西都分析的话，你就会发觉说，他每样东西其实都决定在每一个人的观念跟看法，对不对？因为他其实都是一个观念，他没有对或错，好或坏，所以一个预言家会用他们自己的观念的看法来解释、诠释他们所看到的影像。好，昨天我看到的这个故事是说，这个预言家准确度可以高达85%，85%哎！如果你有发了我部落格的话，你知道我会说什么？不可能，不管你再多好，多好的预言家，你的准确度永远只有30%，最高最高只有30%。如何让它造成实相的完成呢？那就是30%是人家预言家的vision，对不对？30%决定在你相信多少，另外的30%决定在你在相信之后决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你才会让它造就成100%。所以在我来说的话，如果这预言家每一个预言家只能准确度高达30%，那剩下的70%呢，就代表着他决定在你身上，你可以改变那个未来，不管他多精准，你都有70%可以改变那样子的未来。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说过，你创造你的实相？我之前就已经告诉过你们了，每一个人的未来都是未知的，对不对？它决定在你这一刻决定了什么东西，决定做了什么，那你的未来就会在当下做了改变，不是吗？如果这个理论是合情合理的，对不对？怎么可能有预言家可以预言85%？准确度呢？因为这样就有冲突了嘛。你不可能创造你的未来，可是我在实验过后告诉你，你很可以很确定的创造你的未来。OK，再接下来，我们总是集中在20%不好的事情。我们给予这20%不好的事情，大多数的力量可以决定我们未来怎么走。可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这世界上或许有坏人，这世界上或许真的有不好的人，可是他们绝对是少数，他们只有20%。
我们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才是多数的人，我们是80%的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 deposit 投入一点点，让这个世界更好的思绪的话，那80%绝对可以创造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未来。所以 OK， 预言家看到的预言可能是好的，可能是不好的，决定在他们的背景。如果他们是本身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那当然他们只有看到世界末日。可是如果他们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人，对不对？他们在看到，他们就不会只有看到灾难，他们只会看到在灾难之后，我们可以得到些什么，我们可以成长到什么地步，不是吗？我们不要一直只看着未来好了，我们现在往回头思考看看嘛。未来 OK，可能 ISIS 真的很糟，可能他们真的会占领什么？不可能啊，基本上那个改天再来讨论这件事情。不过，我们现在来拿 ISIS 可能很糟，可是我们拿历史来讲好了。历史啊，纳税不糟吗？纳税没有比他们糟吗？对不对？我们也活过来了，对不对？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我们学到了什么？我们在那么痛苦的环境下，我们学到了人性，不是吗？这么多年来，那是一个惨痛的教训。这么多年来，我们更加的坚持人性，这很重要的。我们学会了尊重彼此，不是吗？OK，日本海啸或许很糟，它是真的很糟。911或许很糟，可是当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不是全世界都连成一体了吗？我们不是都可以将心比心吗？我们不是可以回头来给那些我们从来没有拥抱的人一个拥抱吗？注意到我们有多幸福，还活着吗？不是吗？所以我现在要讲的是，如何定义世界末日呢？对不对？对我来说，世界末日不一定要很大，很大的时间。有些时候，可能人们被困在他们自己的忧郁症里面，他们看不到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只手向他们伸援的时候，那个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世界末日，不是吗？世界末日的定义基本上就是，当我们看不到自己的任何未来的时候，就是一个世界末日，不是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与其我们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去担心一件可能或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把那个时间用下来，专注在我们是创造我们未来实相的主因呢？对不对？我们可以创造任何的未来，我们宁愿把那个能量、那个投注力放在自己的身上，让自己变得更强壮一点，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所以我们会强壮到这个世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击垮我们啊，不是吗？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是很强壮的，对不对？所以，anyway，我要讲的是，他有一点点零零碎碎的，可是今天早上太激动，发泄太多了。我今天还是要讲的是，我会把它做个总结。基本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很喜欢讲 Wayne Dyer 说的那句话嘛。当你改变你看待这个世界的方法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这个你看待世界就会因此而改变，对吧？所以，与其一直担心那个世界末日将要来，我希望在这边跟大家建议的是，我们是80%的大多数人。当我们相信那10%、20%可以决定我们未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开始相信我们可以创造我们想要的未来。如果我们觉得未来真的会比较好的话，它就真的会比较好，因为我们是80%的大多数人。我之前就已经提过了，我们的新的世代要进入到一个觉知的新世代。所谓的觉知的新世代，就是
他们会开始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思考负责，他们会开始对周围的环境产生觉知，对不对？这样的小孩，这样的新世代，这样的我们，绝对不会让这个世界进入到毁灭的那一天，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相信我们是创造我们未来实相的主因，相信你是这个世界的大多数人，你占80%的多数人，你懂吗？如果每一个人愿意投注一点点、一点点让这个世界更好的心力的话，那80%的力量就会让这个世界改变，它会变得更好。Anyway， 我希望我可以做个总结，我没有办法完全翻译所有的英文，可是我觉得我讲到重点。所以本来要讲这个礼拜都要讲有关灵媒的所有问题，可是这件事情真的一直困扰我，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它发泄出来。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直播的话，那就欢迎你随时加入我们，或者是去我们的脸书，或者是订阅我的 YouTube， 看我学了多少单字，或者是也可以去我的脸书，对啊，去那不是我脸书，去我的部落格，那边有很多的文章可以供你们分享或者是搜寻。所以到明天为止，我们明天见，拜拜。